尽量地逃避，尽管斗志往往也断送，不必遮掩不惊慌，从来现实实情是个梦，浮浮沉沉在这生，只会令我觉得心越冻，仍在这世上一起挣扎和惊恐，是梦是幻是长梦，是否对错永远也是痛，声色犬马一生中，明了万有事情何皆空，流流离离在这生，可惜是我是你命数，忘掉了世事，彼此开心的抱拥，不知这一生可拥有，往往却欠奉，我这一生不甘心，好好天意变作龙，现实是场梦，梦哪里会有我美梦，无谓再发梦，无谓再心动，只管开心的抱拥，明知这一生可拥有，往往也扑空，求我这一生不担心，好好天意偏作弄，现实是场梦，梦哪里会有我美梦，无谓再发梦，无谓再心动，世间岂可有美梦。你玩什么花样，沈清风？我知道你不是疯子，你也知道你自己不是疯子。再这样搞去，我相信没人说你是正常的了。你别以为我怕啊，我替你父母亲感到难过。生七个，六个都是废物，只有你一个成才，可惜疯疯癫癫的。呵呵呵，哎，对了，来啊，别停啊，继续啊。你爸爸就快有个杀人的儿子了，来啊，来啊！我不相信你敢活埋我。为何孤牵走了我的一颗心？更何孤竟不顾已行？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，爱人。你何残忍？你何苦不问问？你知道你这么做有什么后果？你家里还有个女人呢，你杀了我就得坐牢，她要一辈子守活寡。呸！你停手啊！要冷静好好想清楚的人是你。一颗心，一颗心插着针，他的痛苦有谁问？千支针，千支针刺在心，心爱仍着的血尽变泪痕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喂，喂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登哥，这是粘土，再过一两个钟头，就会慢慢的凝固，慢慢的变硬。你就会像葫芦如那样活生生的埋在这里，一直到死为止。永别了。
邓哥，永别了，邓哥。别走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！别走，你疯了，疯子，你回来！别走，别走，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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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李叔，李叔，李叔，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李叔，李叔，我不要扔下我，别走，别走。邓哥，是你说的，大风大浪都经过了，可是我看到你的眼神，你很害怕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对，怕是对的。我做那么久的医生，我见过很多临死的病人，他们都很怕，只要是人，不管他有多么凶残，怎么样坚强，可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一样会怕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不是断气的那一刹那，而是你知道自己就快死亡，而且永远没有机会再见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种恐怖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做医生只会救人，永远不会杀人。我这么做只是要你明白，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每一个人只能活一次，每一个人有权夺走别人的性命，你没权夺走胡屠龙的命。你谋杀胡屠龙，你就得负责，对不对？沈金凤，沈金凤，你在哪儿啊？沈金凤，你这样折磨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这样好开心呐！啊，继续走。沈金凤，别再玩了，你别再耍我了，别再耍我了，别耍我。不要再耍了，沈金凤，沈金凤，你不要耍我。蒙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很恐怖啊，邓哥？我叫你蒙着眼睛独自走一分钟，你就怕成这样？你想想，你做的那个冒牌海燕，害得三十几个人眼睛都瞎了，永远生活在黑茫茫的世界里，他们怎么过呀？不是一分钟，是一辈子。邓哥，邓哥，我只是脑科医生，你的病我没办法帮你医治，现在我只是希望能够治好你的思想，治好你的心，答应我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王四儿，冷文凤和郑德先生已经回来了。啊，阿邓。阿登啊，哎呀，二叔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快打电话叫医生来。好的，我去打电话。快点！疯狗，你敢撸二叔？你想干什么？雷文凤先生，我们警方怀疑你掳走郑登先生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你可以不说，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会成为……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为什么逮捕他？我跟雷先生到新界兜兜风，这也抓人？哎，郑先生，你不要怕。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，你的家人报警说是他挟持你。二叔，你不用怕，这个人是疯狗，不抓起来吗？你住嘴！你要抓他是不是？行，你等一下啊，给我打个电话给副警务署长，我要问问他香港哪一条法律规定兜风也犯法。
我跟他这么多年老朋友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哎，郑先生，对不起啊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走了。你这案子我回去会取消。走。丹哥，我看你要好好的休息了。我知道你很累。不过不要休息太久，你答应我的事要赶快去做好。我们约好的是10天。你这疯子，我今天放你一马，不要再来了。你不了解我的性格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无辜，不要逼我咬你一口。好，那我也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只是胡杜荣，还有那8个矿工的冤魂会缠着你。现在又多了一个，不过这个鬼可不是夜晚才来，是不分昼夜的缠着你，不是缠你一天，是缠你一辈子。喝点茶，二弟。谢谢大嫂。哎，阿登啊，我们真是倒霉了。要不是碰到雷文凤这个疯子啊，我们早就没事了嘛。算了算了，不要再提了。他是来讨债的，是胡杜荣和那8个死鬼派他来的。二弟，你说我自私也好，说什么都好，刚才为什么不让警察抓他呢？他是疯子嘛，送他到精神病院，对他也好，对我们也好，让我们过些安宁的日子嘛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当做我们积点德吧。哎，说来说去啊，我柴天命真怪，以我财富来说，就算下面3代败家子也败不光的。哎，偏偏身体又这么坏，心肝脾肺肾没一样是好的，长期关在房子里边，还有那些冤鬼啊缠身，弄得我心绪不宁。哎，现在更要命了，多了一个雷文凤。哎，想自杀呢，没有这个勇气。哼，哎，有时候真的想把心一横啊，干脆自首可能会心安理得。哎，阿登啊，要是你真的感到很痛苦呢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啊，嗨，我回来了。文凤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外面有很多警察找你啊。不要怕不要怕，这么担心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没事了。我刚才看到王 Sir 他们，我跟他们解释过了。这几天我陪郑登到新界到处看看，喝喝茶聊聊天嘛，没事的。啊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哎，房间换了壁纸了，还是粉红色的。阿敏，你自己一个人糊的？哎呀，很好啊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啊。啊，糊得真不错啊。你的本事真不小啊。哎，这里不太平啊，那这你看这块糊得不好啊，你看拱起来了，一定是浆糊擦得太多了啊。阿敏阿敏，哎，快点把抹布拿来啊，我把这里压一压。你知不知道糊壁纸呢，首先是啊擦上一层浆糊，把壁纸糊上去，然后呢拿布抹一抹，抹平了就不会鼓起来了，也不会皱了，知道吗？阿敏，什么事？阿敏，阿敏，什么事？跟我说。文峰，哟，你的手啊，阿敏，怎么会流血呢？啊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你一个人糊不了壁纸，你
你等我回来再胡嘛。怎么，哎，看你不小心弄伤自己了。啊，我不是不小心弄伤自己的，我是故意弄伤自己。什么？你故意弄伤自己？这是为什么？你心疼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我更心疼？我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是不会爱惜自己的，我只希望你知道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有一个人永远都很爱惜你。我知道我做了很多，是你很失望很伤心的事。我坦白告诉你，这几天我掳走郑登，我软禁他，我给他做了实验，因为我想知道活生生的人被人埋在泥土里面是什么滋味。我很专心做这个实验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我曾经想起你，我想起你，就因为想起你，我不想放弃做这个实验，我想放弃，可是最后还是没放弃，我做下去了。阿明，阿明，我不能改变我自己，也不能改变你。改变你的看法，改变你的看法，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。我不能改变你，我不想，我不希望你受到更多的伤害。我们分手吧。对不起，我很后悔，我后悔当时你回到香港，为什么又在追你，害得大家都很痛苦。从美国回来那天开始，我已经认命了。我决定了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
我都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改变不了我，你改变不了我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美国朝廷分手？你改变不了我，你改变不了我，你改变不了我，你改变不了我。你要我把你当成病人照顾，你做医生的责任是救人。 今天我们全家都被你吓得魂都没了，知不知道啊，兄长？这几天我跟郑登相处，我发觉他并不是一点人性都没有。我有信心，我真的很有信心治好他的思想，使他好好的做人，自动到警局自首，那你们爸爸的案子就能够沉冤得雪了。 雷医生啊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求求你，别再帮我们了。万一你被抓去坐牢，我这个老太婆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。是啊，兄长，你这样少帮一次，当帮忙好不好啊？你们怎么会有这么怪的想法？这想法太怪了。 你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，爸爸又死得那么惨，你们怎么不需要别人帮忙呢？其实，不只是我一个人应该帮，应该全香港的人都应该帮你们的。雷医生，你帮不了的，你只会越帮越麻烦。你们一方面怕坐牢，一方面怕犯法，当然什么都做不成了。 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又接到东东同宿舍写来给我的信。他说，他就快升二年级了，他很想参加小狼队，他在学校里的生活很快乐。那我问你们，要是当时我不是冒着犯法的危险，用那种没检定的药来救东东，那东东今天会不会升二年级呢？啊？ 他今天还能生存吗？哎呀，雷医生啊，这又怎么样呢？因为我老公已经死了，就算你现在怎么出力帮助我们，他也不会复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别说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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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伯父不会活过来了。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，可是他死得那么惨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权利去追究，去追究到底，去讨回一个公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阿姨。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慰安妇知不知道什么是慰安妇啊？那就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日本鬼子抓了我们的女同胞，就是人家的老婆或者是女儿，总之是女人呢，全都抓去做军妓。做军妓可不可怜啊？悲不悲惨？悲惨。当年做慰安妇啊，那些妇女现在都七八十岁了。 都做奶奶了，他们有脸有皮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还要成群结队跑到日本领事馆去抗议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讨回一个公道啊！什么叫公道？争取合理的事，就叫讨回公道。懂不懂？懂。 放心吧，我已经有了全盘计划。不过，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力量实在有限，我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，我真的很需要。阿刚，我说的嘴都说破了，你在看书，你在发呆，你到底你支不支持我？支持。那么，凯明。哎，怎么样？
那么，走。凯明，你干嘛这么怕呢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相信我，我不是疯子。信。信我信。信。啊。阿仔，哎，过来。让我去。啊，好。过来。啊。那。你跟我是结拜兄弟，是。你跟我拜个关二哥，是。你也曾经说过，有什么事你一定会跟我一块儿去顶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支不支持我？好。怎么这么小声啊？你看着我，眼睛看着我，大声的说，支持。大声说，支不支持我？支持，我誓死支持。支持。大声点。大声点，拿决心出来，誓死支持，支持，哥，哥，其实我有了全盘的计划，过几天再跟你们商量，商量下一步怎么做，我回去了，我走了。刚才我买的那条圆点裙，你看我穿起来是不是很好看？又是圆点呢、啊？喂，你今天也是穿圆点的，你怎么了你、啊？那我记得我以前呢常常穿这类的，你说人家老土，现在变成我的翻版了，怎么了你、啊？真的像，像透了。那现在流行嘛，这就不知道了。我总觉得你现在呢有点不一样了，喜欢穿圆点的，又哪你又不穿高跟鞋啦，穿平底鞋啦。你以前像人家老土的吗？你不要忘了啊，说什么大美人一出现呢，一定要磕磕磕的穿高跟鞋才吸引人家吗？啊，哦，你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个子很矮啊，那你快从实招来啊，不然我生气的，快说啊。你不要瞎说了，人家或是换个新形象嘛，难道不行啊？不要说我了，我看说你了，你跟那马蒂索怎么样？有没有唱意大利情歌，玩石膏像啊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那你怎么若无其事的呢？还陪我买衣服？我自己也不明白。上次啊，我跟陆阿彩提出分手啊，不知道想了多久，哭了几次才说得出口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我一个电话打过去，马蒂索啊，我们合不来，干脆分手吧。他说OK， 那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啊。就这样，我们分手了。没事的啦，打情骂俏嘛。再过两天呢，他就会打电话给你了。不会了，其实我们呢都已经发觉，对方呢不是同一类的人。我不是他那种层次、生活圈子的人。就好比牛仔裤，你硬把它烫成西裤那么挺呢，怎么会好看呢？所以。早点把他了结了，大家都可以轻松点。说句老实话，我早就已经发觉你们两个不很合得来了。不过我看你们很开心嘛，我想还是不要说些不中听的话。哎，哈哈，你，那我只想随便问问哈。你还会不会再跟大土豆在一起？喂，你怎么跟老太婆似的？这件事你问了多少次，我答了多少次了啊？会不会嘛？我不回答了。喂，那你到底会不会嘛？当心，当心裂了。不会，这纸袋儿不会。阿杰，怎么了？叫你绑屋顶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还在这儿抽烟，你怎么搞的？小心得肺癌。喂，沈奎德呢？不知道啊。两个人用一罐油漆，现在还没刷好啊。沈奎德。哎呀，上个厕所也大声叫，真是的。快点啊。催什么催啊，真是就好了，裤子还没系上。哎，像你蹲这么久啊，龙凤胎都生下来了。你开工的时候你多卖点力气行不行啊？这个农场你也有份儿的。啊，同人不同命啊。连上个厕所都有的挨骂，
有人逛街买东西就没人说话呀？啊，女人，哼，干嘛？人家迟到，sorry 咯。索波尼亚在大减价耶。我说林凯面，现在几点了？守时是美德，节俭才能致富。我是大股东，都御驾亲征了，你迟到好不好意思啊？对得起兄弟们吗？sorry 咯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大家。3点钟的下午茶，我请客了，我请客嘛。OK 了，好了好了，把东西放好了啊，去把肚肠洗一洗啊。不去啊，我说过都不碰肚了嘛。已经没肚了，我们嫌猪圈太小，跟那个肚肠换掉了。肚是没有了，可是有肚胃啊。好好，喂鸭喂鸭喂鸭，鸭子饿得呱呱叫了，去喂鸭吧。那人家不会游泳的吗？你万一喂鸭要是出了意外，万一翻了的话，我就掉到水里变成水鬼了。你叫别人去喂吗？那不这样好了，我帮你拿进去啊，我帮你拿哈。林凯明。别生气了，我只是轻轻骂你几句。轻轻，我今天捶你2拳行不行啊？最讨厌了，当那么多人面前骂人家，人家不是不想做吗？可是人家真的做不来嘛。我不骂你能行吗？我是大统帅，赏罚必须分明才能够服众嘛。其实打在你身上，痛在我心里。算了吧，肉麻死了。下次买衣服等礼拜天吗？我可以陪你一起。没有空啊，浩浩礼拜天就要走了，我要陪他嘛。喂，浩浩跟马吉说分手了耶。哎呀，怎么会分手呢？前阵子不是很好的吗？这么快就分手了？那他说还要穿回牛仔裤嘞。那他现在很伤心啊。哦，你该死了你！你干嘛这么紧张？哎，都是朋友，应该关心人家嘛。难怪你洗过澡还有一股味道。哎呀，好冲的醋酸味，你吃醋了啊？呀，你进死相了。喂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他这次好像不当回事似的。你有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？你要我说还是不说呢？还是不要说了，别在这时候刺激人家。哦，你对他余情未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浩浩啊，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是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我们大家好像都挺复杂的，你跟浩浩有过爱情长跑了，我跟浩浩又是好姐妹，那你跟兄长呢又拜过关二哥，我跟你兄长勉勉强强也算恋爱过吧，你还叫我大嫂嘞，那现在是我男朋友。总之啊，不知道，总之你最土了。哎，跟我吐什么事啊？我想告诉妈妈，又把她吓得昏过去了，就算吃了回魂丹大补丸也不管用啊。不说就算了，说不定明天呢我就甩掉你了。哦，你甩我不如我甩你。阿才呀，你待人处事不要那么严嘛。那无人敢跟我说啊，你在农场啊很大声骂凯民，把人家给骂哭了。凯民现在很能干啦。你知道什么呀妈，这种人不骂不行，要不好好管教就完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干嘛？哇，爸，今天的汤真好。是吗？我看你真是有点毛病，三天两头就要发神经。是啊，难怪跟雷医生那么投缘。对了，浩浩最爱喝这个汤，可惜他今天没有过来吃饭。哎，人家浩浩现在跟花生酥一起吃烛光晚餐，哪有功夫过来喝汤？烛光晚餐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他们分手了，你不要在他面前乱说话，免得伤他的心，知不知道？哎，陆阿彩不是有希望了？哼，难怪今天一回来就笑眯眯的，我还以为他中了六合彩呢。就是要气，你看看你一脸的春宫相啊。
你敢头朝天脚踏地面对关二哥再说一遍不关你的事吗？关二哥有空管我们的事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吃饭吧。不承认是不是？再不承认呢，我把你床底那帮宝贝搬出来，啊，尤其是那些肉麻的情书。好好，记不记得7月3号是什么日子？7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手牵手的日子。跟着那就哭着说啊。浩浩，你一定不记得了。别哭，别哭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每一天都是7月3号。跟着呢，又跟浩浩说了，浩浩，我呢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寄出这卷录音带，可是我一定会记得我们的2年之约。有完没完？你们这对狗男女吃饭？狗男女？你大姐是狗女，哦，狗妈。妈是狗妈。喂喂喂喂，啊！你们说归说，怎么把我给扯进去了？真是，你们两口子加起来有好几十岁了，还老是没正经，真是狗男女。对了，阿才，你跟浩浩虽然分手了，如果你想再追人家，不见得没有机会啊，凯面哦。你要把握这个时机啊！你知不知道女人最脆弱是何时？就是目前失恋的时候，你要抓紧这个机会，一错过就没了啊！哎，我上1号。哎，喂喂，还没说完呢啊！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下，拿出勇气来，你一定行。那，凯绵呢？跟浩浩那么要好，他一定会帮你的，会在浩浩面前呢为你说好话的，是不是，凯绵？等我吃过饭了，一定帮你想一个空前绝后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来停电这招。就是把蜡烛拿出来，烛光晚餐。跟着来杯催情酒，眉目传情。跟着就血脉沸腾，那么就等。跟着就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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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喂，喂，哎，生气了？别生气了，是真的。自从上次唱歌之后呢，我就没再想浩浩了。真的没有？并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有两次在脑海里闪一闪。一次呢是经过马会的时候呢，就想起输了40万马；另一次呢是经过我们小时候念的幼稚园，我想起他当年扎辫子的模样。没什么的。只有2次而已，所谓2不离3嘛，都是妈妈了。上个礼拜买包荔枝回来，害得我又想起以前跟浩浩上广州参加荔枝团。没了，就这么多啊。今年的荔枝欠收，荔枝团已经全都取消了。你不信，我就在关二哥面前发誓，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关二哥的脸为什么是红的？因为擦了胭脂。不是，是因为被你这个大土豆啊气得脸都红了。你不生气了？没你这么小气。哎，话说回来啊，我们拜关二哥的不能够偷偷摸摸的嘛。你跟了我呢，就得给你一个名分。我实在憋不住了，要跟他们说，告诉他们我们恋爱了，免得他们一唱一和，老是唱双簧。走。不要嘛，刚才你妈妈也说了，她只是喜欢浩浩做她媳妇嘛。哎呀，她是信口开河。其实都怪自己不好，我爱情爱得出了名了，正经事呢没有一样做得来。你一定笑我。是个光会吃喝拉撒的废物。哎呀，谁不是吃喝拉撒大的呢？怎么这样说自己呢？不要啦，暂时不要告诉他们啦。像我们现在这样玩偷情也蛮开心的嘛。我反省过了啦，我做人呢确实是很失败。那这样好了，从明天开始呢，我全部改了。人家9点钟上班呢，我就8点。8点半啦。总之呢，一定在9点钟之前上班。下了班呢，就像浩浩以前那样了，帮你妈妈了做饭了、洗衣服了、煮红豆汤了。总之呢，要你妈妈亲口跟我说，说以后呢，除了林凯绵之外，谁都不能做我的媳妇。好，那以后林凯绵就做大老婆，浩浩做小老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谢谢大老婆。
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，别要拣千姿娇娃做对象，尽力量别与他遇上。男人事实若你要开生活在世上，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，便要拣个猫婆嚟做对象，万事便是会多乐畅。如天仙美女永是太自私，如果若你永远必定是，常常令你是废物拼命等，由朝期到朦胧子夜时，而阿乌对你永是带着痴，从不怪你平凡不合时，常常为你劏苦并劏睡衣，由此爱你爱到天裂时。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，若你喜欢安安乐乐歌唱，别要拣千姿娇娃做对象，尽力量别与他遇上。男人事实若你要开心活在世上。坏了，把80万投资在斗兜场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得回来嘞。你是不是常常带着存折上街的？是啊，我一不开心的话呢，我就拿存折出来看看，这些个数目字呢，就好比金光往我这边照射，真开心呢。我没骗你吧，存折？糟了，碰到了，以后想继续玩偷情都不行了。装吵架？你这个三八婆啊！干什么？你们来的正好。你们来的正好。当然好了，全都看到了。赵先生，不错，我正想带着马子去见关二哥，在关二哥面前问问清楚，究竟我们是不是一条船的。喂，这里有关二哥拜吗？不知道。喂，你是不是拜关二哥的？我们先坐大巴过海，然后坐电车到湾仔，再换小巴到了亭后庙道，再过两个路口就到关帝庙了。哦，不谈关二哥，先说这个马子，每天迟到两个钟头，不高兴就不上班，说他两句顶我九句啊，居然还发我脾气。是你先发我脾气的，怎么说我发你脾气啊？你们看看啊，这么跟上司说话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哈，你管我什么态度，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三寸爹，你最好废话少说，搬张凳子过来垫高了再跟我说话。你现在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谁又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个子高就了不起了。谁又怎么样，段小金的听过没有啊？那谁像你啊，大婶婆笨手笨脚的跟 King Kong 一样。 King Kong， 你再说一遍。King Kong， 中文叫金刚，听过没有？打架是不是？打架！我怕你啊！不要打我！你三八婆！放手！我怕你啊！我才算你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退股，我不玩了，养你的兜兜吧。你不玩，别搞啊！现在挺好的啊，弄到明天不行啊，兄弟，只要他滚，大不了我们每天多做五个钟头，每个月多发一点薪水。没他地球照样转。老兄，千万别闹翻了，我们家老小全靠农场吃饭呢。哎，大姐头啊，大哥大，千万别闹翻了啊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影响。不错，可以商量，握手没事。哎，握手握手。哎，楚明俊，你摆桌道歉了。我道歉？你算哪颗葱啊？不摆。不摆就不摆算了，不摆。不摆不摆。OK， 我们摆。不摆我们摆，我们摆。我们摆好不好？泰国菜两位有没有意见？不行，鲍鱼鱼翅不行，日式自助晚餐，香格里拉春水亭。看他们的面子。不是怕你啊，是怕吓坏了他们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好，这就是决定了。哎，你们瞧啊，我还有很多事要教训这马子呢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下次饭碗没下次饭碗了，没下次饭碗了，没事了。有的大吃一顿，不错不错。喂，谁是 King Kong 啊？啊，又是 King Kong 又是大圣婆的。热爱深，可笑是伤口更深。梦似真，可笑是从来不近。每夜里，我总痴痴去等。我为何伤透，却独自在追寻？我为何伤透，却并未爱别人？愿意等，可笑是一生也等；愿放手，可笑是情怀不敢。我没法带走一分冷感，我为何伤透，却自愿更伤神？我为何伤透，却愿长埋灰暗？也许。就是缘分，令人没法相衬，才令你眼眸里只有别人。何必有你，何必有我，苍天怎地对我这么狠？愿晚风带动我向着你飘近，无奈却进入了黑暗树林。
难道你要说从不爱我，空虚的心却载满多少伤感灰暗？